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奖。今天是一个假日的早上，那我跟文当今天要去买我回台湾准备要给家人还有朋友的伴手礼。那昨天晚上我已经有上网找一下现在的伴手礼排行榜，但是就发现大多数的伴手礼的保存期限都很短。那因为我回台湾要隔离嘛，隔离完出来可能很多保存期限都已经过期了，所以就很烦恼，想说不知道买什么。反正等一下我们就去看一下，然后看有什么保存期限比较久的，然后感觉又蛮好吃的，就买买看带回台湾给家人吃。现在文当在这里整理他的头发，那因为他害羞，他就说他不要入镜。当我教室。哪里？我把它打湿了。走，咖啡。都敢拿。もともとこういうねシックな真っ黒のバッグもいい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けど、会社に行くみたいでちょっとカジュアルさがないなと思って。最后我们文当买的是这个黑色的，其实我觉得白色的很好看，如果文当买白色的就好了，白色的话我也可以用。でも俺もこっちの方が最初ねサイトで見た時は好きだった。でも多分こっちの方がプーちゃん使いやすいと思う。40、50になった時にはこっちの方がいいよ。確かに。プーちゃんいつも。長年で愛用してるもんね。そう、これもうマジで10年ぐらい使う予定だから。我们现在来挑要买给家人的伴手礼。这次文当也要挑一些给我爸爸跟妈妈还有妹妹。我们现在要先找三个期限可以比较久的商品。前回的呢，この欲目ってところで買ったのよ。美味しいって好評だったやつ。对，这个文当之前去台湾有买给我们家一次，我妈妈跟妹妹说这个超好吃的。看这次要不要再买给他们？这些赏味期限差不多都是两三个月，他们这里还可以免费帮我们包装，可以选择要缎带还是像这样的贴纸。不对的，不对的，没关系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や、俺は台湾に帰れないけど、ルンちゃんがね、お土産とともに一緒に気持ちを伝えてくれればいいかな。喜んでくれると思う。喜んでほしいね。こういうね、ゼリーなんかもするんだよね。ゼリー食べやすそうだね。食べやすいし、冷やしたらさ、暖かい台湾でも涼しくなるじゃん。考えてるね、ふーちゃん。考えました。这果冻里面还有水果，感觉这个也不错哎。入ってるのいいかも、果肉。確かに、おしゃれだもんね。ね、じゃこれにしよう俺。みんながね、台湾で涼しく暮らせるようにこれを買います。这里的包装也可以用上这个，非常的日本风。我们两个呢选的是这一个 ，Kokoro Bakari， 充满我们的心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接下来要找一下我个人要买给我的剪辑师的礼物，觉得跟挑给我家人的路线不太一样。我想要挑包装有很漂亮的小盒子，让他们吃完也可以继续用的。这个盒子好可爱。好，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候补。大家看它里面的饼干种类也很多，哇，这一家也好可爱。这一家呢，它里面是有蛋糕又有饼干，感觉很好吃。怎么办？选择真的太多了。这个像牛奶罐一样的吗？他们应该也可以拿来放东西。到底要选哪一个比较好呢？我们两个买完了，买了一大堆东西。这两个呢，是我要给朋友的，给家人。他们上次说很好吃的饼干，还有这一次是文当挑的果冻。希望他们会喜欢。行李箱应该装得下吧，其实我不敢买太大，因为我怕行李箱装不下。然后另外难得来，我还买了我自己的保养品。文当是买了一个他的包包。包包買いました。今まで使ってたやつも10年ぐらい使ってたから、ちょうどいい。大学生の時からね。そう。あれも思い出深いからまだ使うけど、結構ね持ち手がねちょっと剥げてきたりとか、こっちをメインに使っていこうかな。これ文旦は毎日寝る前サイト見たりとかしていろいろ自分の欲しいやつを探したもんね。そうそうそう。でなんかいろいろ探したんだけど、やっぱり結構シックなやつがいいなと思って。今天晚餐我跟文当来吃我上次跟朋友他们来吃很好吃的大阪烧店。那我们这一次点了一个普通的大阪烧，还有这个叫干丝的，这个也蛮好吃的，有点像是炸鱼板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另外还点了奶油干贝，感觉很好吃。我们文当对大阪烧真的是超严格，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文当はね、広島人だからね、広島のお好み焼きは特にうるさいよ。
然后他们除了这个一般的大阪烧之外，还有很多口味，例如海鲜大阪烧。那上次呢，我们还有另外点这一个，这个是女生很喜欢的，上面有洛梨，有虾，有点创意大阪烧的感觉。其他还有很多小菜，例如炸鸡，还有炸萝卜都有很多。あと黒毛和牛のたたきもある。豪華やな。ここ美味しいからね。いやめっちゃ楽しみ。このだし巻き卵も美味しそうだね。これ絶対ふーちゃん食べたいって言うと思ったら、ふーちゃん何も言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それいら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あまあ、お腹の具合見てだね。那他们这家放筷子的超可爱的，是这个娃娃，这样子放筷子，帮他盖棉被。これ広島弁なのよ、ルーちゃん意味わかる？おいしいから食べてみなさい。ブッチの意味は？ちょっと。まあすごく。おお。とてもとてもおいしいから食べてみてねって。ブッチうまいけ食べてみさいってやつ。我们的奶油煎干贝来了，好大哎。好大哦。超大一颗的，大家看看这一颗。大きいね本当に。おいしそう。ブッチうまいけ。这个超好吃的，我们上次也有吃。走，美味しい。ほら、前これ食べて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から今回も頼んだ。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よね、ここは。我们点的大阪烧来了，超大，这个也很好吃。上次我吃了这个就觉得天哪，下次一定要带文丹来吃。终于带文丹来，也不知道合不合文丹胃口。すごいね、副長すぐ切れる。週一広島焼き食べてたふーちゃんがどう思いますかね。いやでも広島では広島焼きとは呼ばないから、普通のお好み焼き。おー複雑だね。首先现在让我们文丹吃吃看，希望合他的胃口。ちょっと待って、水で口を整えてから。美味しい。よくなったお前の。怖いよ。どう？好吃，麺がパリパリなの。そう、麺が硬いのよ。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わかるね。やっぱりね、ルーちゃんがおすすめの間違いないよ。わかってるね。何年一緒にいると思うの？本当に。私お好み焼きの麺が好きだ。だからここのは本当すごい好き。ね、美味しいよね、パリパリ。私すごい好き。あと野菜も取れるのがいいよね。那他们这里的酱汁也可以自己加，我每次都会加超多酱汁的，就越加越多越好吃。然后另外一个我上次吃也很喜欢，这个是钢丝きました，外面很脆，然后里面又很软嫩，这个超好吃。おいしい。我们文当又点了一个煎蛋卷，切ってみよう。里面真的好浮啊浮啊哦！我刚才吃一块，但是一咬下去，他们里面那个汤汁怎么炸出来？和风的煎鱼汤汁的感觉，很好吃哎，这个。他们里面的又有加青葱，就是在帮他们的口感和味道做出另外一个层次。ふーちゃん、るーちゃん、もうすぐ離れる。寂しいな。拜拜。妈咪，文丹跟我准备给你们的伴手礼。哇！这上面还有很日本感觉，这个就是说。这是什么？谢谢文丹。就是说是我们的心意啊。谢谢。哦，一个一个开了。哦，你开的这么粗暴哎。那这个先开，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哇！果冻啊！文丹说，因为台湾夏天很热，买果冻都很冰凉一下，冰起来吃，里面有果实哎！哦，真的、啊？敷衍。文丹那个呢？那个就是之前你们说很好吃的这个文丹在买的。哦，真的、啊？哇，志妹妹最喜欢这个。耶！连上说想要这个，就之前你们说好吃，他就再买一盒啊。现在吃耶、yeah 欸！林志玲她结婚好像也是送这家。哦，是哦。好赞哦！谢谢。给爸爸，给爸爸看，爸爸，我跟文丹买的那个伴手礼，饼干跟果冻啊。这个拿去冰啊。我知道啊，马上拿去冰，拿这些先给你看一下。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